赌王洪生日前离世，享年98岁。第二日就有一位台湾美籍华人导演伍士贤在微博上面放了一张何鸿燊后生时候的相，还艾特吴彦祖说要开拍有关赌王事迹的电影。有网友批评话，人家刚刚先过身几日，怎可以这么开心地说拍戏的？伍士贤就否认自己要拍，又说只是一场白日梦。据知何家极为不满，何痴儿就说对方这样真是十分不尊重，实在是有违道德啊，又说好朋友吴彦祖毫不知情，只是对方一厢情愿。重申，任何人如果要拍赌王的新片，都要经过他们家人的授权和同意，但是至今何家仲未有意思将赌王的事迹搬上银幕。